因为很多人最初贪欲禅心，觉得菩萨有求必应。这种贪念把菩萨的慈悲当成了无休止的索取交换条件。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师父说，执着之人无自性，认真学佛找自性，脱离红尘现佛性。师父还说，抛开人间真假情，才能找到真佛性。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左部位镜像总是像被拉着一样非常酸痛，这样的情况已经好久，直到今天3月25日，特别的酸痛，总是感觉镜像被拉着。于是今天上香跟菩萨许愿，念诵49章经文组合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求菩萨保佑我身体上疼痛的部位可以康复痊愈。许愿后，想到可以将自己每日读诵的白话佛法和每日读诵师父开示以及佛言佛语的功德来消除身体上的疼痛，于是我跟菩萨说，将我在2月24日至2月28日一共读诵9篇白话佛法，和2月24日至2月28日一共读诵了138条的佛言佛语和开示，以此功德来消除我身体上疼痛的部位，保佑我身体早日康复痊愈。当我在跟菩萨说的时候，我的镜像已经开始慢慢的不酸痛，感觉到一片东西卸了下来，很轻松，不像之前那样。读诵白话佛法、佛言佛语以及师父开示都这么有能量和功德，真的不可思议。感恩师兄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弟子分享一则非常感人的事情，感到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的身口意。今天偶然看到一个师父开示说，师父想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都没时间，所以我坐飞机就念，而且我念得很认真，哪怕我背得出来都看着经书念，生怕漏掉哪位菩萨，菩萨的名字一字都不能念错才有效果，自己无意中就记得了。晚上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这几年弟子一直都是背诵的，只是在今晚背诵的时候就背错了2处，非常惊讶，怎么都想不起正确的内容了，心中非常奇怪，然后就想起刚才看到的师父的这段话，觉得是白天师父对自己的提醒。佛菩萨和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的身口意，预防我们出现修行中的问题。每一天的平安看似没有什么，实际上不知佛菩萨和师父都在背后默默付出多少努力。真的感恩每一天活在心灵法门的佛法中，活在人间还能遇到这么灵验殊胜的佛法，遇到百千万劫难遇到的师父，遇到东方台这么好的弘法团体，数十年如一日地带着我们修行，忍辱精进，遇到师父伯克像家一样每天温暖自己。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7829心灵密码真实不虚，半夜凌晨12点多，小婴儿发烧了，身边没有体温计，不知道烧多少度，看着只能着急，赶紧拿毛巾蘸温水擦拭其额头、腋窝、大腿处，忽然想起7829心灵密码，就祈求菩萨让女儿身体健康能退烧。由于是半夜，我向菩萨说明紧急情况，这2遍礼佛大忏悔文等天明再补上。结果念完之后，先是吐了2次奶后精神好转，大概1点多，我摸着她身体开始不烫了，烧退了，我欣喜万分，我用手给她揉肚子，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一直到天亮都平安无事，醒来还对我开心地笑，心灵密码真实不虚，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及护法菩萨。感恩师兄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三大法宝保佑腰部尽快痊愈。分享一下，3月23日，我不小心扭到了腰，当时情况严重，直接直立不起来了。在床上躺着时，想到现在有疫情，不方便出门，于是我从网上查询了一下，应该是腰部的筋膜或者是韧带肌肉拉伤。后来我就给菩萨鞠躬上香，然后用了三大法宝，并针对性的许愿念经，放生还没有来得及去做，结果只吃了活血化瘀止痛的药物，贴了片膏药，第三天就可以少量走动着去做核酸了，第四天已经基本痊愈了，腰部也直立起来了。想到今年是本命年，也是369，感恩菩萨慈悲保佑我过了一个关。我们学佛念经，并不是说因果就不存在了，而是说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感恩菩萨教给我们这么好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凡事都有办法，平安吉祥。感恩家人们，感恩师兄们，感恩一切。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从前有一只猕猴，它手里抓的一把豆子，在路上行走，一不小心将一颗豆子掉在了地上。为了这颗掉落的豆子，这个猿猴于是将手中其他的豆子放在了路边，趴在地板上东找西寻，但是在他还没有找到这一颗豆子的时候，先前放在路边的豆子全部被鸡鸭已经吃光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懂得珍惜，把握你当下的所有拥有的一切，放下已经丢失的东西，不要沉迷于过去当中，否则你会失掉你的全部啊。我们在生活当中，财富、地位、名利就如同那一颗种子，为了这一颗种子，我们忽视了身边的朋友、亲人，已丢失了，没有了。学会放弃，那是一种艺术；懂得放弃，那是一门学问。了脱生死，就要学会放下。人间的东西得的越多，天上的东西就得的越少。而我们人间的东西放下的越多，天上的收获就会越来越多呀。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过度追求贪欲害，修行路上遇障碍，堕落此生寻佛难，红尘六道轮回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嗯，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